用你这个阿妈掏出来的乖草囡仔哈，唔使偌济，草囡仔已经是你的手头。表示，你来讲这种话。啊，会到我送嘛？查某囡仔绝对一个，困怪一个。我今日是彩花看绿树，我对卢玉是真心的。那恁我搁再问你，你娶阮卢玉是因为啥物？是因为知影伊厝内底真好过，是贪着阮家的财产。你是小小财产，我知伊是无是？是阮两个人互相相爱，我不是为着财产。是感觉你是一个有心机的人，叫我是要怎样相信你呢？好，既然你已经跟阮表小妹两人结婚啊了，阿小妹啊，阿咱兜的财产遐尔多，一定过身了后，对伊的事业、财产这部分你有打算？我无感觉，已经结离了后啊，你有感觉？伊有学就对啊啦，学的啊。唔知影你有读书还是无哈？我表姐，我无读书。蔡美武，既然无读书，你有啥物能力？有啥物才情？会当掌握阮家的事业？讲着声声句句，讲你爱的是阮同乡的人，讲你对伊是真情实意。反正我安怎看，你就是笑死阮家的财产。这又是啥物？你知影无？我做小白脸啦。你讲话真哩歹听。